把夏商王咬死。啷个一年放烈子？跟着我过过不到。是我骂一次。阿旭脚底脚上网腾过，这将来正好是我你这过些公务员考试，每年报考公务员考试呢，我都稀懂。不过今年我你预就给公务员部门多中呢，最迷茫的一个国务，一切都能可以改，将在能解里。我来可以考取各方啊，都稀懂考试呢，我为本门出过过来的公务员考试白熊吧。可一般的官员白熊自告互动的是啊，人家自己买的公务员考试白熊白国家，本来去又是给气给麻烦的，要来让子割得在给嘛。十年过，非要能割了个对半截，白国给了考试本门的，还是这件是这件。还公务员考试白熊的费用，就你们能割呢？给了国家能割给白熊吧，就你们能都给考试这次本门呢？每年的四女王，国家的小科二年大学考试呢，我为一个接一个开始。本门参加考试的考生，我是到最近的准备考试。阿爷妈都能找国家故意的负责自告来话人，比你两年的县委又是自中的一个。是一个政治机构吧，分数线应该挺高的，竞争应该蛮激烈的。上一次就是入围了，但是就中间笔试差了10分嘛，然后面试只翻了差不多7分不到的样子。所以说这次准备好好努力，争取这次考上。我这边报的价位是11800吧，33天，分3个阶段，然后根据你学习的这种程度，然后每个阶段它会有进行一个难度向上调整。谢美国，那家给自我看的自家，只帮你我是白熊罢了。我们现在课程安排是比较时间太短，学生真正吸收的要看个人。相对来讲说，对于我们的思路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学习技巧方面会有帮助。同学们说，这个必须找的是一码一千多来发的一个课程，费用呢也算是中档的，让我那个自己买个白熊吧，那都是估价五个西格。这个不能算是最贵的，但是已经也偏贵了。最贵的好像是2万，最贵的是10000多吧，全年班，就是一年都可以上课的。嘿，公务员考试白熊把消费得都要让人给你，直接又找了要素大样的隶属公务员白熊自高的障碍二货。你看我们有三个课，这个是精讲讲练课程，主要是讲练是吧？它这个还有封闭预测班次，其实这个封闭预测班次我们大很多人都在上，现在报名的话已经有300多个人了，就一个冲刺加面试是吧？它这个时间比较长，是25800，像这种的是13800是吧？它有可能是一个根据时间的长短，它都会在基本上就是说笔试加面试的话，其实在1万或2万左右。单独的一个面试班次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价格，10000左右。学二货多种之间会议才能得在给你的课程白熊费用有一麻烦的得列三麻烦的白当给了白熊费用就你们能给你但该忘的呀，工作人员是能干谁。我们这边是内部的奖励，那这边的奖励呢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外部是买不到的，而且是只有你在我们这边上课然后才有的。通过率我们这边的话有统计，就是内部有大概有这样的数据哈，就是说你根据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努力程度再加上老师的一个授课方式是吧，然后大部分大概有60%到70%老师都是我们中公自己的，至少会在大学毕业以上，大学本科。工作人员此之前要能腰无白举，有些个台阶1米8的课程。你考这个省考是吧，今年省考你报的是咱这个学习班次，那如果你笔试没有通过的话没关系，我们这边会给你退12000的费用。那个是什么？那个价钱好像说比这个贵1000块钱吧，19800，就将近2万。对，将近2万，但是它都有一个退费保障，主要是就是说协议系列的话，就是它这两个特点，就是课程集中，第二个就是说有退费保障。你单报一个班次的话，肯定效果没那么好。像这种封闭班次的话，一般是最后才会报的，就是说考前1-2周。我们现在主推的话就是这种课程，这种课程的话就是说结合你现在的一个时间。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个基础。讲过店主直接回应，可给一家白熊自告一说，每一次名义卖给公务员考试白熊班的消费无负担，报考公务员的考试呢，大部分我是无多无少。那额外费啊，带给来找来过是一笔付钱的开支。有些比较注重，有必要可以适当的培训一下，但你收费，比如你说收费3万块钱的培训啊那种，我觉得就不太没有必要了。非常高端型的一个，至少是在上万元，然后
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是出了笔试成绩之后第二天面试这种，就突击给他做培训都要6000，就这样子，但我觉得有点高。费用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是在师资力量这方面吧，有保障的话我觉得这就不太现实，谁能保证考上一个公务员是吧。刚刚的是斯尼国国家南阁找到白熊爸呢娃儿子马到科学给他也学着该啥你女样呢。大部分人都说如果笔试过了的话最好还是要报一个面试班，这样会更加效果好一点，但是像公务员培训面试班知名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所以就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中一个。公务员本来就本身比较难考，但是我觉得能够就是提升那个上公务员的概率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考公务员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事情，考公务员的话它是寻求一个稳定，没有相应的监管，市场需求有这么多，所以造成了很多多方面原因造成这种价格虚高吧，可以当然算是虚高，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一直都存在。据估方式啊，目前公务员考试排名日前国家一直难过官方女样又是自己脚脚加以副本啊，可三种态度白熊自高写给脚那个球迷，结果呢又是白熊自高修灯固火迷自动局王嘎头。我觉得这个价格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这个公务员的考试的这样一种热潮，很多这个年轻人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然后福利好的，然后并且还能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这样一种工作，所以这种就业的观念和就业的环境化就会导致很多人削尖脑袋想去考这个公务员，所以有了这样一种需求，那当然他提供了这种收费非常高昂的这种培训班自然就可以收得下去。马刀克谁无辜呀，公务员考试白熊八年要专业生，能够得着专业化的指导。刚给了要得着忙着，要是修考试多种吃得加级作用的呢，还是考试自己的综合能力。我就修过，考试能不能够哈路吃，最多的加级呢，还是考试是要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公务员他不太看重你的专业，不是说你是考哪是哪一个专业，他更多看重是你的这种综合的这样一种素质，所以他的出题的方向和他的考核的这样一些方向，他都是来考他们的这个综合能力，而这个综合能力是其实最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通过像培训班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培养的，所以如果说通过培训班能够脱颖而出的话呢，是因为他本身的综合能力就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了，所以他才能够进一步的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那如果本身你没有这个竞争力的话，或者说你的综合能力不行的话，你想通过短期的培训然后突然一下我就这个成为了这个最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考生，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据国外国能够给提高白熊吧，这也是要自己驱动，假使公务员考试白熊窝你外界内生有事业扬长王家斗的日记讲解，无可惜对着王家斗女户的虚假，但是过来讲解的同时可惜的内生有你虚假的啊许多作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天价培训班的话呢？表面上是因为市场的这个需求，因为人多生多粥少，所以我就可以这个坐地起价。那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业的观念还有我们的就业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这个公务员这种职业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后呢进一步的来优化我们的这个就业观念的话呢，我相信就是我们就问的不再是说我要不要报天价这个培训班的问题，而是说我要不要报考公务员培训班，我要不要考公。到西东南国家女士只可以出自愈符合呼吸观察，可以出那个呢讲一个去教学。刚才托女士只的自愈咋能够说我你家晓得啊，包括给累要来个女士只可以出啊，长日的那牙齿过。给一段日本啊还能居然等磨了一样都是等磨牙，我过日呢在明天啊无不写他去吧。日本多种要不就用这个接触起来要给等出去了，对。是指准备的出等来了不把牙齿接触多种的物质。结果内外旧病呢又是等我对。把这两天的必须不把爱出于出门查家。给用修处理厂的那若不来吃吧，处理别路秩序给娃子闹用。给朋友内生娃妈喝这类比。给几笔秩序啊王家子的火气就留吧。人家起初的豆渣给留了吃吧，给长日露出观察的样。你吃吃呢你休得给日给胡写吧，起初的豆渣快给蒙咬过准备得出那次得给物质一样。
两个女的来呀，比讲话头塞。永固和上个北玉大姑娘啊，果然得出一趟。可是不出啊，是头脚。但大可两个女一个女的来的，把根本不够。哎，吉翁，走买八十间出的车子里正好找来。两个人说以后要别那个女的出来，三五两五轻轻松松得出等等了错误来。因为个女士子的发扬在人头阔气，这个日本马可能有熊魔力举开的吧。那莫要吃这个日本啊，国吃的阿日红发力体。看来还是先去健身房练练，再去报名考驾照吧，关键时候能用着着。麻烦发驾照之前也测一下驾驶员的智商，否则太坑人。真是脑洞大开呀，车原来是用来搬的，敢问如此奇葩的大姐开车上路以后，谁敢行驶在她的前后左右呢？又一位马路杀手诞生了。我人家只有过三万，要么买一个灯啊，屋里你只帮一买，屋外要拿饼，之前呢可能你把父子养个。不过我心我哪能噶，用拿饼在去的路上，黑的啊，很容易呢，又外的心细呀。你说啊，给你要个，把自在路给女人都给买了，要用拿饼父子一，结果啊，来这自动在人体有当我的吧。发本有一句个不白，把自在路给女人都上之外走路，帮上马卡乌的一次日干，老西家只拿去个一万。他因为他会走了嘛，然后有时候也是自己一个人端着喝水的，吃奶有时候也是一个人，那个奶瓶都掉在地上摔破了，可能他就是摔倒滑在上面了。那个奶瓶正好又是一个玻璃的，然后不小心奶瓶破掉的时候，自己摔在地上，把左手的中指跟食指然后割破了。他的中指呢，那个指腹呢已经就剩一点点的皮肤，几乎就是已经全部要掉下来了。要个心里话透塞，一些只要修细的讲，我绝对不摆个小指头呢，做偶尔修用。噶要细的头脚，是不来外露露好整。会造成他这个手指呢，感觉功能会差一点，以后抓东西捏东西也可能会不太好。上女子那个是一伤痛啊，腰坏，一个腰坏，脑袋吃了鸡，等一个腰坏又补了个那病。因为没有用多久，他用十几天嘛，之前都是一直用那个。塑料的奶瓶没有用过玻璃的，别人都说塑料的有毒吗？他出生一直都是用玻璃的呀，老是会塞烂了，塞了好多个。就说那个玻璃的没有毒吗？玻璃的奶瓶现在是盆居生意不累，以前奶泥不累，眼仔不累，一百块一人有六百多一个月。都许多古人估计对塑料奶瓶预约嘞。刚你学四月过程当中，玻璃的奶瓶往家也漏上。有些玻璃它里面有些杂质，比如说有些结石啊，什么气泡呀、那个就很容易。牧羊居过几年，因为三个女人那个上山里妇女买东西，十月十月给了布雷那边，三个女人以后不同的妇女呢，让你都吃吧，可以用枪壳将的嘎的给了水莲那边，嘎的跟那边呢，还有是一盖火米，只一个是还要估计得给了山吃了鸡。家里面毕竟玻璃的比较尖锐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小朋友嘛走路也不是很稳，很容易受伤的。因为最近医院里面确实有不少小朋友受伤，都是意外受伤的。玻璃瓶之类的不要让这种小孩子接触。刚给你的三王挂的那些徐娘大姑娘找宇宙东黑魔雷成了把下过三王的日本，我你忙接这外